出击！ ，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军战胜了董卓军，联盟解散后，诸侯各自返回了蜀地。另一方面，逃往长安的董卓遭到吕布背叛，丢掉了性命。在天下混乱不堪之时，各地群雄纷纷开始了行动。最先崭露头角的， 是出身名门袁家的袁绍与袁术，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矛盾日趋激化，诸侯也各自选择了支持对象，划分为两大阵营。但是，即使处于相同阵营，人们也有着各自的心思。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，诸侯们即将展开行动。 奸臣董卓已经倒下，这样天下就能暂且平静下来了吧？辛苦你了，孙坚。你的骁勇善战，我也有所耳闻。是。不过，吕布居然会背叛董卓呀，感觉有些扫兴啊。 我原本出，原本打算亲手讨伐董卓呀。对了，孙坚，我找你来不为其他，只是想和你谈一谈今后的事情。如今董卓已死，联盟军就要解散了，但是返回各地的诸侯似乎有些不安分。如果对此坐视不管， 就会不断出现类似董卓的人，藐视皇帝，对天下为所欲为，尤其是像袁术那种对我心怀不满的人。因此，假如，不对，是万一，万一我和袁术开战，那时希望你能站在我袁本初这边， 我可以保证，这对你绝无坏处。孙策，字伯符，江东之虎孙坚的长子，孙权和孙尚香的兄长。 曾跟随加入了反董卓联盟军的父亲远征洛阳，在返回长沙途中，孙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。孙坚大人，袁绍怎么说？他说让我在关键时刻为他做事，也就是邀请我加入他的麾下。什么？ 袁绍那家伙到底在盘算些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接下来的纷争。董卓引发的动乱唤醒了各地群雄，大家都意识到了凭武力便可得天下，自然就想要依靠击败了董卓的我们。原来如此，过于惹人注目 也不太好啊。不过，父亲，我们应该不会追随袁绍吧？我拒绝了他的邀请。毕竟，
我们没必要涉足袁家的纷争。先不说这个了，玉玺该如何处置？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您是说那个呀？真是捡了个大麻烦回来。玉玺有那么重要吗？昔日夏王大禹曾收集青铜打造为九鼎，这是王权的象征，也被历代王朝代代传承。但到了秦朝，九鼎便遗失了，其后用来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玉玺。就是说，持有玉玺之人便是天命所归的王者，拥有统帅天下的资格。那么既然玉玺落入了父亲手中，父亲太危险了，万一父亲持有玉玺之事被天下人得知，说不定会被烙上反贼的烙印。这不是很好吗？前帝，拿着玉玺的父亲不正是天命所归吗？既然如此，父亲直接夺取天下不就好了吗？兄长，这也太乱来了。侧兄只是随口一说吧。切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把玉玺交到他人手上才最危险吧，谁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这倒也是，很难保证不会再出现董卓这样的人。看来最好还是先由我来保管吧。虽然会有危险，但是不失为良策。我明白了，大家就先别想着玉玺的事了。好了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也该返回长沙了。回去之后我要去见袁术，听说他有事找我。我才刚刚见过袁绍，这个局面真是诡异啊。父亲和各位都过于担心了。玉玺不是有很多种用法吗？所以他一定也能帮助我们展翅高飞。欢迎光临。感谢惠顾。
您要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又见面了。这就要返回长沙了吗，孙坚？是啊，曹操，承蒙你的帮助，非常感谢。哼，这可是我要说的话。对了，听说你拒绝了袁绍的邀请。哦，你消息真是灵通，你对此有何高见？此举相当明智，他无法发挥你的才干。想不到你会这样说，我可是听说你和袁绍是旧相识啊。所以我才看得清啊，人的才干不能夺之以情，应夺之以礼。在我眼中，你的气度远胜于袁绍。孙坚，天下即将迈入纷争不断的时代，恐怕袁术与袁绍的冲突便是其开端。虽然我说的毫不留情，但毕竟与袁绍是旧友，目前我还是会站在他这边。不过希望我不必与你为敌。我会谨记于心。那就告辞了，孙坚。只要你我还在世，将来必定还能相见。要小心袁术。此话怎讲？将来你就明白了。总算到了。袁术就在这里啊，不过居然不派人迎接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不必介意。大家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了吧，今天就先休息，明天再去拜见袁术吧。我同意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声音？什么人？抱歉在这种时分来打扰，事情紧急，我就直接说了。很快就会有人来袭击此处，请速速准备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没时间说明情况了，请快些吧。抓住孙坚，其他人可以直接杀。玉玺，快点抢玉玺！什么样的玉玺呢？告诉你，算了，先彻底击溃敌军吧。
这里落入敌手就糟了。那我们来坚守此地，冲啊！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太厉害了！您就是江东之虎孙坚大人吧？就是你告诉了我们贼人将至的消息吧？非常感谢。哪里，不敢当。你是鲁肃？这不是鲁肃吗？您是周瑜大人？原来如此，您投身孙家了呀？主公，此人是我的知己，他完全值得信赖。还没自报家门，我名叫卢子敬，眼下在袁术大人手下效力。而刚才的那些人，就是袁术大人的私兵。什么？袁术大人对我们，不是对主公图谋不轨？他的目的，恐怕是孙坚大人手中的传国玉玺。为了夺得玉玺，他才派士兵化中后来袭击。玉玺究竟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？捡到玉玺时或许被人看到了吧。此事还不止于刚才的袭击，袁术大人还抓走了孙坚大人的夫人当作人质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母亲竟然被……主公此举实在是过于卑劣，我无法坐视不管，才特意前来通报。可恶的袁术，我绝不会饶过你的。是啊，我们绝不能放过他，一定要让他体会到这样做的后果。你们两个冷静一下，轻举妄动只会危及令堂的性命。你就是鲁肃吧？真是感激不尽。能否请你帮我一个忙呢？我想立即与袁术会谈，请带我进入他的居所。是，理当从命。主公，只身前去太危险，还是带上老夫一起去吧。哎，喂，怎么能就你一个人出风头？主公，我也要一起去。愚蠢，这可是要潜入敌营，怎么能如此招摇？只要一个人随我前去就好，其他人在此待命。我说父亲，正因为是父亲的命令，所以我才不敢僭越。不过看到袁术的话，可能还是会冲动起来，虽说我会努力忍耐，但还是有个限度的。先占领那一带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接下来要向目的地进军了，年轻人，跟着老夫的脚步前进吧。目标已经定好了，那么开始进军吧。占领那一带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先占领那一带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
是。是。孙策，你竟然忘了我对你们的收留之恩。是。先占领那一带吧。年轻人，上啊！可恶，还没有报告吗？只要抓住孙坚，玉玺就是我的了。哦，总算来了。孙坚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袁术大人，身体安康就好。听说那人正在此叨扰，我特意前来拜谢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哦，误会所谓何事？酒宴？对，是酒宴。我的妻子说想要举办酒宴，所以才邀请了你的夫人前来。真是有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人应该很快就能回去了吧？那是当然，稍后就会送他回去。你觉得这样说，我就会乖乖回去吗？袁术，既然你如此想得到玉玺，那我给你便是。作为代价，请你放了那人。如果他稍有闪失，哪怕留下一滴眼泪，我也绝不饶恕。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斩杀你。哼，居然以武力相要挟，你要知道，这样根本无法撑过乱世。江东之虎啊，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最近我会与冀州的义母兄弟本初，也就是袁绍一决雌雄，那时希望你能追随我，而不是与他为伍。等战胜了袁绍，我会赐予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因此现在不要拘泥小事，就和我联手吧。想要玉玺，还想拉拢我，而且还把掳走我那人一事说成小事。袁术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正是要提高自己的身份。你不是也想保孙家的平安吗？那么就应该好好考虑现在应该与谁联手。你的策略真是无聊至极，不过无聊之中也不乏现实。那好，我先不反驳你。不过这种事绝不会有下次，如果你再敢对我的家人下手，我绝不会轻饶，一定会让你明白试探虎穴有多么可怕。你都听清楚了吗，袁术大人？虽说我愿意帮你，但你绝不要忘了这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派人送你的夫人回去。稍后我会给你安排任务，你先等一下吧。老夫按照您的命令，把玉玺交给了袁术。孙坚大人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我不需要什么玉玺，只要妻子能平安归来，
玉玺就交给他们吧。哎呀呀，这可真是主公的作风啊。但是袁术究竟打算如何使用玉玺，这真是令人在意啊。不过幸好母亲平安无事。令堂现在如何？因为过度疲倦而睡着了。母亲虽然坚强，但一直如此紧张，毕竟是累了。不过真没想到竟能威胁袁术让步，真搞不懂到底是哪一方获得的人质啊。父亲果然了不起，居然能让兵力远大于我们的袁术服服帖帖。不，应该说是彻底被他摆了一道，不仅被夺走了玉玺，还被迫卷入了他与袁绍的纷争。袁术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没办法，无论如何我们都躲不过天下的战乱。袁术说要攻打襄阳，看来是打算和袁绍开战了。襄阳啊，此地处于与袁绍同盟的刘表势力之下，看来袁术是想率先攻陷他们的背后。父亲，这场战斗请交给我们吧，不能总是让父亲一个人辛苦。喂，说得好啊，全弟，我当然也要同去了，没问题吧，父亲？我也要去，毕竟这场战役是为了孙家所有人。伯父，仲谋，上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么，我们就赶赴襄阳吧。那么，我也该告辞了。祝愿孙家诸位旗开得胜。鲁肃，承蒙你的帮助，非常感谢。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同行？承蒙错爱，但是袁术应该不会饶过我此次的行动。眼下我想暂避一时，将来如果有缘再会，到时定当效力。啊，好的，期待着你我重逢之日的到来。鲁肃，希望将来能和你并肩作战。嗯，也请周瑜大人保重。鲁肃，他很不错，我很欣赏他。是啊，真想和这样的人共赴沙场。好，我们也该出发了，准备前去攻打襄阳。不过父亲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真的要出手帮助袁术那种人吗？仲谋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，袁术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，如果不去进攻襄阳，我们就会遭到袁术的攻击。就是说情势所迫，现在唯有从命。没错，不过一旦袁术与袁绍正式开战，我们就有机会行动，现在只要别错过机会就好。
父亲曾经说过，要开创崭新的时代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喂，父亲，怎么能那样？听我说，我只希望大家生活安宁，不想纠结于国家和天下。孙家，不，我虽是汉室的臣子，但是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。你们可知道江东吴地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东吴是主公的故乡，但是听说现在已是一片荒芜。那里没有袁术和袁绍这样庞大的势力，因此诸侯间冲突不断，盗贼横行。就算我平定了此地，也并非背叛汉室。我想控制割据江东的诸侯，平定吴地，然后积累力量，建起不亚于袁术和袁绍的地盘。换言之，就是孙吴。这个名号还挺响亮。哎呀，主公果然厉害呀。是啊，父亲果然了不起啊。不过首先必须赢得眼前这一战，就让我们亲手开辟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吧。狂奔吧，雄壮的猛虎，讨伐刘表，在襄阳展示我们的勇武。啊，我也好想上前线啊。父亲说必须获得过功绩才行。啊，那边的城寨里似乎有敌人，如果能击败他们，一定能立下战功。继续践踏江陵之地，就用我的策略将你们驱逐出去吧。目标已经定好了，那么开始进军吧。你们果然走了这条路，红陵列阵，孙千军杀得片甲不留。不过是群混混，根本谈不上团结。就让我发出假消息，撤退吧。居然会变成这样，看来是他
能撤退了。引人注目的敌人已经全部消失了，保持这个势头，攻入襄阳吧。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您真是太引人注目了。干得漂亮，我服。失手了呀。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好本领啊，孙策。江东的乡巴佬来了呀，看我这就把你们剁成肉片。占领那一带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皇祖正在召集百姓，他应该是想把这些人当作民兵送到刘表身边吧，就让我们
把他们拉拢过来吧，这样就能假借援军的身份敲开襄阳的大门。请你救救我！我给你！胜算。既然这样，就命令我的部下将孙坚给我。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了，您真是帮大忙了呢。您的行动和声望真是惊人，我们这就让民兵赶向襄阳吧。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什么？孙坚竟然攻了过来？随便是谁都行，快去阻止那只猛虎！引起部队就位，不要让孙坚一行人接近襄阳。年轻人，随老夫来吧，向着敌阵冲击！战斗的主导权在我们手中，全军奋勇杀敌，一举向胜利迈进吧。再加把劲，赶紧把敌人收拾干净。是我皇宫负一招，就让我们来击溃敌军的兵器吧。到达襄阳啊，首先去破坏那个惹人注目的兵器吧。冲啊！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，我们要在此地加强防守，做好准备吧。冲啊！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冲啊！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守护襄阳，我不会让你们通过这里。冲啊！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冲啊！
再去攻打敌军的要点。我们厉害，我撤退。喂，我们按照皇祖大人的要求前来帮忙了，快把门打开。我明白，开门，让民兵们进入城内。谢了。好，林千代，门已经打开了。行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冲啊，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冲啊，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大家亮出獠牙，准备歼灭敌军。时机到了，将敌军全部歼灭。冲啊，那里就是我们的猎物。众人夺走。刘表大人，请从这边逃走。休想逃走，精锐们随我来。这种地方，爹，父
去。即便如此，也得留个好榜样。前进吧，伏虎众谋，孙家的明天需要你们兄弟来开拓。喂，开什么玩笑啊，父亲！父亲，这不可能！不要啊，父亲！去找人，快找人来医治！主公已经去世了。主公，主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孙坚大人，父亲，你快睁开眼，不要这样，不要丢下我们，求求你了，父亲，父亲。那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呢？没有孙坚大人就没有我们，只能让袁术军吞并孙家的兵将了。这我不要，我是为了主公而战，如果要投身袁术麾下，我就退出。老夫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难道要抛下孙策大人、孙权大人和公主吗？这你的道路由你自己决定，不过至少要先去主公墓前问候一声吧。父亲，策兄。兄长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才好？孙策，你不站出来，孙坚大人的梦想就成空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现在没时间消沉了，全体上香，我们要继承父亲的遗志。兄长，你太坚强了。那还用说，全弟，你也不想想我是谁。策兄，你在哭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上香，你也是，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可是江东之虎，孙坚的儿子。策兄。兄长，孙策，我们走吧。前弟，上香，周瑜，我们要亲手构筑父亲的梦想，江东的孙吴。主公，您都看到了吗？少主们都成长得如此优秀了。别哭了，真是丢人。走吧，黄盖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做。抱歉，你们先去吧。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，老夫的眼睛都模糊了。你怎么也这样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老夫可没工夫
被你们这些年轻人胡闹。孙坚大人，猛虎的遗志，有人继承了。周瑜，你这都是纸上谈兵啊，你这些计策老夫觉得完全不切实际。请您想想，程普大人，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，袁术他的势力还会不断的扩大。哦，所以要在被吃掉之前先把他干掉，把他的地盘给抢过来，对吧，周瑜？主公，您知道什么叫做有勇无谋吗？而且他是有能力收服人心、振奋士气的，应该利用这些优势让天下知道江东有孙吴在此，而现在就是唯一的时机了。后生小辈的口气可真不小啊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明天我再请大家来各抒己见。喂，喂，你说的有点过火了吧？我觉得周瑜刚刚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道理是有的，但是他的热情盖过了道理，有点才气的年轻人总是这样，所以必须得累累缰绳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样子目前还是需要我们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战斗。袁术那边已经谈好了，孙策，接下来要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。谢谢你，周瑜。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，我们要平定江东吴地，建立孙家的地盘。全体，上香，周瑜、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。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此战的关键是一定要快，必须火速压制敌阵，不能给敌人反击的时间。时间一久，补给和战力都会陷入不利，必须集中战斗力，一口气决出胜负。此外，今天有新人想介绍给大家认识，都进来吧。这两位是周泰和吕蒙，他们都很有本领，愿意加入我军。我乃
周幼平。我名叫吕子明，今后请各位指点。你是新人啊，可不要比我引人注目哦。这些倒还好说，不过这两位是？这不是主公的大乔夫人和周瑜大人的小乔夫人吗？是的，那个就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各位一起加油吧。什么？孙策大人竟打算带他们两位一起去？这一点我也问过很多次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孙策。没事，他们都表示要跟随我们，而且你应该也能理解吧，周瑜。默默等待是多么的辛苦。我们绝不会给大家添麻烦，一定会努力奋战。我们也是身经百战了。没办法呀，还请不要太过勉强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走吧，一定要让孙家的名号响彻天下。你今天也特别可爱啊，大乔。孙策大人，真是的，您不要取笑我了。才不是取笑你呢，江东二乔可是人尽皆知的姐妹花，能娶到你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大乔，莫非你在发抖？是的，说实话我害怕战斗。别担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而且有你在身边我也会加倍努力，无论对手是谁我都能所向披靡。孙策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追随孙策大人。
大家跟我来，我们要击败刘瑶，平定江东。击败尔等，就此败退，你将愧对于刘瑶大人，此次就只能拼尽全力。暂时撤退了。嘿嘿，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击败敌人，一边冲破石亭。既然是前来侦查，就做得再隐秘些吧。工作如此明显的侦察队，谁想冲过此处？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门被撬开了，这时候是不是情况不妙了？哇，太厉害了，我们不能屈居人后。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攻打的目标已确定，前进。挺厉害，现在只能撤退了。总算顺利穿过石屏了，我们要继续南下，收集敌军的情报。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好本领，我们要击倒严白虎，彻底压制吴军，开始进军吧。报告，敌军出现不安定的动向。霸王的军队已经来到了这种地方，快点开始迎击，别让他们占了上风。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各位打起精神来吧，向目标前进。大家跟在我的身后。攻势真有如日出一般，敌军顺利压制了吴军，
感谢您的支援。我们要去找苏恶的刘瑶。平定江东一事终于快要结束了。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山岳的据点啊，大家打起精神，继续前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快点滚出我们的地盘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孙策的军队啊。那就把你们击倒之后再去献给刘瑶吧。可恶，居然这么厉害。弟兄们，我们撤。这是敌军城寨的钥匙。山岳和牛瑶军联手了。向你们展示会稽太守的自尊吧！孙策军似乎占了上风。王朗大人，还请万事小心。机会来了，用我的策略击退孙策军吧！孙策大人麾下，于帆，你就加入孙策军，并帮忙辅佐吧。这样，定能让江东提早恢复安宁。遵命。我这就率军前往刘瑶所在的曲歌。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又要与阁下交锋了吗？休想接近刘瑶大人。铺开防御阵型，立即各就各位，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孙策大人，和吾较量一番吧。俺在威胁刘瑶大人，什么？我热血沸腾啊！什么？刘瑶大人竟派来了刺客，妨碍我等的较量！看我的，岩枪天道脚！看我的，岩枪天道脚！获胜！
孙策军究竟强在何处？除武艺之外，战斗的意义和信念也存在差距啊。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做得好，大家不可动摇，一息尚存就能挽回局势。这座城是我们刘瑶军的重要据点，绝对不会轻易让给你们。无论如何都要将孙策军拦在这里，无名后队前进，开始攻击。太棒了，孙策大人。真是力不能及，我不会再反抗了，我愿意向你投降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这就是孙策吗？小霸王的兵力，实在舒服。请接受我们投降。赢了！哼，就知道你们回来打牛首寨，这被我张英大爷打回去吧。穿过牛渚寨，准备兵器。张英大人，兵器没有了，全都被刘瑶大人逃去取乐时带走了。什么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不需要兵器，压根就没什么兵器。接下来要向目的地进军了。年轻人，跟着老夫的脚步前进吧。明明这是敌人，因为他们大家的本事就说明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太好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你真是太引人注目了。肯定是盯上了军粮和物资吧。那打进这座城寨的同时就已经完了，
让你们所有人葬身于此。气死人了，要将我们的物资还少让人。压制了，这小王八蛋，我要撤了。我热血沸腾啊！中继据点已经被敌人压制，这下无法请求援军了。什么？真是一群饭桶！孙策的军队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恶的孙策居然如此狂妄，早晚会为你招致灾难。如此一来，就控制了江东一带。大家为胜利而欢呼吧，我们胜利了。父亲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孙吴屹立于江东，如此一来，孙策大人也会名扬天下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主公的梦想由孙策大人实现了。别哭了，韩当，当心小辈们嘲笑你。
谁也不会嘲笑的，程普，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来的战果啊。大家梦想成真，真是太好了。嗯，是啊，这可是我们大家的梦想。各位，干得漂亮！孙策，我把太史慈带来了。我以吴越无悔，也无意作为败将受辱。好了，孙策大人，请看一下吴的首级。太史慈，丢了性命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不过，既然你如此轻视自己的性命，把你的性命交给我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我想让孙武变得更加强大，要使这里更大更强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否则我们根本没必要占领此地。为了实现这个心愿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孙策大人，你愿意让吴一同分享这个梦想吗？嗯，那是当然了。太史慈，从今天起你就与我们携手同行了。策兄还是那么随性。是啊，但孙策的气势和热情都令人欣赏，甚至足以点亮昔日敌人的心灵。今后一定会有更多如太史慈一样的人出现。公主，孙策一定能向着天下展翅高飞，他和孙吴才刚刚迈开脚步。曹操从长安救出皇帝，并把天子迎入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。通过拥戴正统的汉室天子，获得了大义名分。另一方面，两大阵营中的袁术逐渐陷入了劣势。他在焦急之下做出了大逆不道的暴行，他夺取了孙坚手中的玉玺，以此为凭妄自称帝，鼓吹自己才是正统的统治者，要求诸侯臣服。然而此举为袁绍讨伐袁术提供了借口，袁绍指责袁术为逆贼，开始了讨伐袁术的行动。圣旨？是啊，陛下传下了旨意，要求诛杀建称帝号的反贼袁术。但是这道命令的幕后主使其实是曹操。虽说袁术是个小人，但其势力却很强大，这不过是借其称帝的口实来消灭袁术罢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些理由倒是都还好说，不过袁术也是个奇怪的家伙，明明没有夺取天下，居然还要称帝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把名号看得比实力更重要。孙策，这一点和你正相反，你已经在江东构筑了能与袁术比肩的势力，这一切都是你凭借自己的力量迎来的。现在你的动向也会受到天下人的关注。那么孙策，你要如何行动？你的判断将会左右天下的走势。若要北上，迟早会与袁术交锋，
而且他还欠父亲一条性命，无论是否有曹操在背后操纵，我都要接下圣旨。不过周瑜，曹操是个深不可测的家伙，对他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还有印象吧？确实，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远比袁术更强大的敌人。敌人确实如此，我们迟早会有一战，那一定是决定天下霸者的一战，在此之前我们绝不能输给其他任何人。事情的原委正如刚才所说，我们孙吴要与曹操联手共同讨伐袁术，请各位将领率兵攻打寿春，我稍后也会与大家会合。就是这样，希望各位英勇奋战。真让人不快，什么时候轮到周瑜来指挥老夫了？这也挺好的，老将的职责就是为年轻人让路，并予以提携和支持。策兄对周瑜非常信任，我能理解程普的心情，但是也请你认可他的能力吧。周瑜将军虽然年轻，但是谋略过人，真不愧是将帅之才呀。新来的小子还敢在老夫面前装明白？因为不是新来的就小看吾吗？你这样的人竟然是心胸豁达的孙策大人的臣下。喂喂，不要把气氛搞得如此紧张啊。周泰，你来说些什么吧。你还真是不爱说话，就不怕变得比我更不显眼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是故意的吗？我就如此没有存在感吗？好了，你们怎么还有心情闹别扭？马上就要开战了。抱歉，公主所言极是。对不住，程普大人，无意识没控制住情绪。我会注意。我也不应该发火。哎呀，只要涉及公主，大家就都无计可施了呀。真是的，说什么呢？好了，该出发了，我们这就去进攻袁术所在的寿春吧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决定与曹操联手攻打袁术。和曹操联手作战，这可是个好战友啊，上次和他联手还是与董卓战斗的时候吧。是啊，这一战有胜无败，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取胜。战乱今后仍将持续，我们必须保留力量，在战斗期间一定要牢记这一点。对不住，又要辛苦你们了。只要是为了孙策大人，我愿意追随您到天涯海角，哪怕水深火热。我也一样，为了周瑜大人，我可以去任何地方。那就出发吧，各位，我们要攻入寿春，诛杀袁术。袁术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我的目标远不止如此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要从江东走向中原，到那个时候，一定能和曹操一决雌雄。嘿嘿，真让人期待啊！